第711集，应接。北风此时才算明白悟道信念的强大，也明白了为何自己明明气血比眼前这一头荒更加精纯的情况之下会被对方击溃了。原因就在于对方蜕变为规则的悟道意念。此时北风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一股大恐怖传入到十几尊荒的脑海中。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时间仿若停止，一股绝强的气息从众多荒的身上浮现出来。紧接着，那海面之下突然出现了一团巨大无比的阴影。这一团巨大的阴影越来越庞大，占据了这些荒所有的心神。一位千年王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强大的武道意念？假的，这一定是我的幻觉。白银尾巴的荒露出了四颗类似于犬科动物的尖牙，一脸的狰狞，狰狞之中带着连自己都没有发现的恐惧。风！荒大吼一声，那浓郁的风之规则猛然大涨，一道接天连地的飓风成型。这飓风恐怖无比，散发着无尽的锋芒气息，一片片的风刃如同青色的透明刀子飞速地旋转着，而那海面之下庞大的阴影也完全浮出了水面。这头生物如同一座陆地，不知几万里长，体型如同一头大鱼，一对无比巨大的眼睛盯着越来越接近的风刃，古井无波。鲲！巨大的鸣叫声从这头生物的口中发出，直接让数万万里的海域动荡。一道道粗大无比的水柱从其身边冲天而起，噗！两者刚刚接触的一瞬间，原本看似恐怖无比的飓风直接破灭，而武道意念被击破的一瞬间，白银色尾巴的荒直接遭到了反噬。这怎么可能？我的可是规则，怎么还会被未蜕变的武道意念击溃呢？荒口中吐血，一脸不可思议。北风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趁着这头荒心神不稳之际，北风直接动用了小狐狸的神通，刹那间荒直接被拖入到幻境之中，一遍遍地经历着自身规则被击溃的那一幕。不，这些都是假象。不知反复经历了多少次之后，这荒终于反应过来，感知到了不对。你了！当这头荒清醒过来之后，耳边就听到了一道冰冷的声音。不好！原本还有些迷茫的荒族人瞬间回过神来，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在外人看来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这个荒却在这一瞬间在幻境之中度过了好多年，自然刚一出现就迷茫无比。但现在在这一股恐怖的杀机之下，这头荒立刻就反应过来，背后的白银尾巴呼啸着向着北风洞穿而来，速度之快带着强烈的风压，甚至连空间都要被洞穿。轰隆！一道道如同海啸一般的声音循序渐进地响起，越来越大声。糟糕，快救大人！虚空矛！其余的十几头原本防备北风逃走的荒，没想到在短短眨眼间就发生了突变，在片刻间就落在了下风，让这些荒族人立马出手。北风眼中闪过了一丝挣扎，但下一刻就化为了坚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拼着受伤北风也要斩杀这一尊荒，不然等到这一头荒回过气儿来再联合其余的荒，那对自己的威胁度就会大大的提升了。周天星体！北风大吼，原本正常人的体型瞬间化为了七丈庞大，而后直接动用了星术，一身的气息开始狂暴起来，恐怖的气息散发出去，让四周的万年尊都感到了一阵的心悸。斩！北风这一剑似慢时快，剑身化为了一道劈链向着荒斩下。叮！噗！白银色的六条尾巴向着北风袭来，与剑身碰撞在了一起，
但却没有丝毫作用，直接被沙齿剑击破了，一节节尾巴掉在地上，如同蛇身一样微微的扭动着。而后在慌惊恐的眼神之中，沙齿剑斩下，没有任何的阻碍。锋利无比的沙齿剑在注入北风恐怖的气血之下，摧枯拉朽般的切开了荒的身体，轰隆。而与此同时，一连十几道万年尊的攻击也落在了北风的身上。北风只来得及施展垂天之意挡在自己的身前，而后毁灭性的力量爆发。该死的，居然杀了顾大人。这一次我们损失惨重，回去之后也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一群荒族人对于北风恨之入骨，就是因为知晓了有人在暗中猎杀小队，所以这些荒啊才聚集了起来，故意装作受到重创的模样。要是暗中那个人还在，看着这么好的机会，肯定会忍不住出手的。前半段所发生的事情都是预料之中的，但是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敌人拼死也拉着古大人一起去死，而这位古大人可是族长的第三个儿子。现在古大人死了，自己等人就算回到部落中，恐怕也要吃些苦头。一阵咳嗽声让充满担忧的荒族人反应了过来，一对眸子充满不可置信地看向烟雾笼罩之处。居然还没有死，可怕呀，哪怕是万年尊八层左右的武者，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正面承受我等一击也活不下来。别怕，此人就算没有死，但是在我等联合一击之下，肯定也受了很重的伤势。不错，就算古大人已经被此人杀了，如果此人不逃走，恐怕我等回到部落之后下场凄惨，一定要提着此人的头颅回去。一头头荒只是在片刻就已经明白了过来，如果提着这个人的头颅回到部落呢，可能自己只是受点罚，但现在古大人死去之后还让凶手逃走，恐怕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想到这里，十几头荒动了，一个个扑进烟尘中，爪子闪烁着寒光。这一头头荒就像是最完美的杀戮兵器，一个个出手间就是必杀技。差点就栽了。北风克血，带着一些碎掉的骨头茬子，体内原本潜伏的霸下精血快速的涌现，修复着北风的伤势。正是因为有霸下的精血，再加上周天星体与八部感缠，北风才敢硬生生接下十几头荒联手的一击。周天星体原本就是让北风肉身力量成倍增长，而八部感缠更是让北风的气血庞大四倍，再加上霸下精血的特性，这才是让北风敢拼着硬接十几头荒的一击，也是要击杀那一头生着白银色尾巴荒的底气之所在。